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北京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其实作为腐败案或者司法腐败案，这个案子呢都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所涉及的这个官员的级别相当低，他是最高法里边的一个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体制当中，他相当于副处啊，相当于正处啊。 我看充其量是个副处正处处级干部的腐败，在中国那官场当中太多了。这个案子可是今天呢，刚刚今天中午，二零二二年的呃五月七号的中午十二点发布。好家伙，现在已经已经霸屏了，已经热搜了，很多人都在关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案子？原因是一，这是属于最高法的案子，但是以前最高法也有一些官员，甚至是四局级以上的干部。 出事儿，甚至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出事儿，也没有如此广泛的这个关注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案子它和泄露国家机密有关。国家泄露机密的案子有很多，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引人关注呢？因为这个案子和中央电视台的名人有关。中央电视台的名人和这个案子又是什么关系呢？ 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名人呢，和这个案子当中的所谓呢窃取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然后呢国家机密又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名人呢流布全国，在网上酿成很大的舆论事件有关。因此这件事情，我有一种判断，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拖了这么久，拖了三年，从二零一九年一直拖到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现在二零二二年了，这个案子。 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之下呢，全国有四五个政法口的部门啊，最权威的部门联合调查，早已经在三年前完成了这个案子，到现在才判。这个案情没那么复杂，拖了这么久，只有一个解释：慎，慎重的慎。为什么这么慎重呢？据说是有一些冲动的网民呐、啊，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不依不饶。但是呢，岁月比人强啊，时势比人强。 错误和挫折会教训了我们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原来非常冲动的那样一种情绪状态，变到了现在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和、沉稳了啊，慢慢落寞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社会心理情绪现在慢慢得以疏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王林清这个人他如何呢？自己屁股不干净，口袋不干净，而且自己自作聪明，呃，坚守自盗，并且呢，在这里边呢，非法窃取国家机密。 这么一个事情讲清楚了，王林清自作聪明的前提是他确实聪明，他很年轻啊，他很年轻，一九七二年的，然后他自己伪造自己的学历，把自己当成七四年。无论是七二年、七四年，那我用我的年纪来说，比他的他比我小一辈儿，都非常年轻。不但年轻，而且读书好，山东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读书两个博士，博士后，写了很多这个很多这个法律书籍。 所以他到全国地区给那法院培训讲课，一是最高法的，二是两个博士后，然后呢，他自己又能说会道的，啊，助助理法官，虽然助理法官，但是大家都看出来这个人有前途，将来有前途。前不久刚刚落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沈德勇，那不过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硕士，那现在呢，到了这个王林清，这也、个、这么年轻。 那将来前途未可限量，未可限量啊！但谁能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自己聪明，即便你真聪明，聪明如王林清，自己抖权，自己做局，自己呢，自己玩儿也会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今天的天下啊，在互联网时代，如果一个人想表现的聪明，表现的比所有人都聪明，你磨混过关，而且呢，还以进攻作为最好的掩护。 找到中央电视台某名人啊，露脸，敢站出来说中这这最高法有什么什么事儿？我怎么怎么冒险拿出来什么东西？然后呢，还把那种涉及国家机密的东西在网上散播出来。所以这次判决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我还不太清楚，不知道是出自什么考虑，还是事实本身认证有困难。只是呢，对他的这种的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这件事情，偷卷宗内容，判这件事儿判五年。 但是他把这件之所以这件事情弄得那么大，重要的是他把这个内容呢泄露出来，通过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然后这件事情呢在网上流传开来，现在也到处都是飘着呢，大家看得见，里面还有领导同志批示等等。那这件事情呢，算不算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应该怎么判？ 这件事儿在这次至少在这次判决当中留了一个小尾巴，没有去讲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说不清了。根据这个呃法院的判决啊，这个王林清呀，呵他非法获取非法获取国家这个秘密罪判处了五年啊，他呢这个呃以行贿受贿罪被判了十年，一共大概有几千万的这么一个东西，几千万呀，对于。 像赖小民这样的贪官来说，几千万不是个大钱，他多少个亿、啊？王林清呢，只有几千万。可是你对任何一个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是个大钱呢、啊。这是小沈阳说给他奶奶上坟都没见过的这么多的钱。那几千万和人家一退休金都一个亿的人比起来，这也不算大钱。但是你和任何一个现在，特别是疫情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业都很难，失业、房贷还不上，因此这些贪官、这些污吏。 这些呢，在司法口工作担担负着作为一个司法界的人员，你担负重要的司法责任的这样一些人，你们的行为不检点，它不单是一个影响法律的尊严的问题，损害最高法的形象问题，你在老百姓心里面留下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恶劣的。刚才有人，呃，因为我在网上先发了一点我对这事的一个一百多字的一个看法。 结果有人呢就专门给我打电话，我说回头再说，我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因为他一直说王林清是冤枉的，王林清不可能贪污等等等等。像这种呢，这个最高呃，这先像这种呢，法院已经判决的事情，你来说只能表达你对这事情的看法啊。你要在法律问题上，你得用自己的用证据来证明你能够推翻法院的判决，否则的话，这种说法呢没有意义。可是呢，从舆论角度心理来说。 可见王林清啊，通过中央电视台某著名的这个人士，呃，散播的那些负面的信息，在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留下了什么样深刻的影响？现在呢，法院说，经过审理查明，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八年，这个王林清，他呢，主要的事儿是担任的这个议庭助理审判员的职务便利，在这儿呢，利用自己方便呢，法院工作嘛，单独或者呢。 伙同为他人啊，伙同他人团伙为相关的单位、相关的个人，在案件审理的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榆林市凯奇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两个单位律师程杰、律师杨明等十一个人给予的财物。好，王林清，王注意啊，王林清，接下来多少个单位，然后多少个律师，有名有姓的。 你收人钱了，这事儿查实了，两千多万。其中呢，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八年，为凯奇莱公司在案件审理、执行各个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人家法定代表人赵发奇多少钱？五万美元和价值人民币五万块钱的购物卡，折合三十五万，三十五万就被买了啊，就被买了。这个赵发奇是个传奇的人物，都说他自己是个老农民，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看赵发奇到处告。 啊，到处告，到处呢跟踪，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活动能量相当大，也可能是老农民，我也可以说我是老农民，对吧？我原来也种地啊，种了多少年地啊？他不是老农民，他有一个身份呢，他好为了博取别人同情，他说自己是老农民，但其实呢，他的身份是一个企业家啊，就是今天的某些地方政府。 能不立案就不立案，能不起诉就不起诉，坚决要保护呵呵呵那种的企业家。可是企业家如果犯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什么企业家，那、呃、无论你是什么企业性质，那你都是应当以事实为据，法律为准绳。你违法，那就应当呢是个刚性原则，违法必究。所以赵发奇这次呢也同样犯事儿了，因为他是行贿人嘛。 二零一六年六月到八号，这个王林清和在赵发奇的唆使下，二零二零一八年的六月到八月，这个王林清啊，你说你作为中国人民，你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审判员，你居然是在一个老农民赵发奇的唆使下，啊、呃，你自己呢，获取这个凯奇莱公司和陕西的某一个公司啊勘探开发合同文件？ 卷宗材料，卷宗那东西保密的，谁管谁审归谁。但是呢，他利用内部关系就把这东西获取了，然后呢，就采取借阅的、骗取案卷的材料，还偷拍。你说这特务方式吗？非法获取凯奇莱公司案件的大量卷宗材料，啊，然后通过手机微信或电子邮件方式把拍摄的资料给了谁？给了赵化奇。 那这件事儿麻烦了，国家保密局介入了，国家保密局鉴定了，鉴定的结果，王立新伙同赵法局非法获取的材料当中，有五份属于国家机密，啊，机密级国家秘密，叫国家机密嘛，对吧？北京市二中院审的这个案子，说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你这叫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啊、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一，你收取人家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受贿罪，然后窃取的方式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叫情节严重。嗯，法院的判决强调了你受贿的数额巨大，严重损害了司法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交由赵发其后被扩散。注意啊，法院的判决只说交给赵发其扩散，通过什么方式？ 啊，通过中央台的电视台的著名的人士，然后呢，在微博上，在其他的呃互联网的平台上这个扩散，这一段被删去了，这一段是饶有饶有这个趣味的。为什么不会删去了？为什么没有谈这一段？这就不知道啊。但是法院讲了说，因为你涉嫌非法窃取国家秘密，被抓获之后，呃，你自己主动交代，滴了嘟，了。我们有很多人呐、啊，死硬，聪明。 编造很多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跟那个老鼠盗洞一样啊，跟兔子有几个几个洞口一样，在里边来回折腾，特别用力，以为自己算的聪明。结果一旦大水灌进来，那兔子撒腿就跑，哼哼，赵八奇直接撂了，撂了，把所有人全给交代。因为交代他们，从法律上来说，你就要有自首情节，自首情节呢，对你就处理的轻一些。所以学法律还是有好处，即便是自己犯法了之后，都知道。 什么时候既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就只好把别人都撂了，然后自个儿争取一个从轻发落。从轻发落，这也判十年。那现在呢？这件事儿背景，我跟各位讲一下。呃，这事儿呢，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呢，因为闹得沸沸扬扬啊，几千万粉丝不依不饶啊，这件事情搞到了一种矛头指向最高法的这样一种舆论。所以呢，这时候中央政法委牵头，中纪委，啊、呃，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是吧？ 那你这这这几个部门了、啊？五个部门，五个部门联合调查组调查相当长时间，根据各个部门的职责，公安部门各种这个各种这个手段啊，最后调查的结果，最后调查结果公开了，所谓卷宗丢失，一句话是最高法的民一厅助理审判员王林清个人故意所为，那这一句话锁死了吧？ 又过了三年，这事没变。这个王林清呢，在凯奇莱案当事人赵法奇二零一一年上诉到最高法之后啊，他是担任这个案子的二审合议庭的承办人。二零一四年，这个、王林清他自己违反规定，私自以最高法院某直属单位办班名义，他他去去讲课讲课,讲课，然后私分那一个四分一点钱，被纪律处分。二零一六年的参评呢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啊，因为发现他造假，他把自己的多处涂改个人的简历，这个就不不不老实，受到诫勉谈话。然后呢，什么十大法学家没推荐上，他心里面有积怨，因此呢，这都是他自己说的啊，也是呢后来呢五个五个中央的权威部门调查组的结论里面讲的，说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号晚上，天刚擦黑儿，然后呢这个。 人家那个庭长要求呢，要求他起草凯奇来二审的法律文书，王林清不满意，拒绝不干。啊，那那人家这个庭长说，那你不愿意干的话，不干就算了，你不干，我们叫别人来干。王林清说，那你叫别人来干啊，他不满意。然后呢，他就他就产生一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呢？ 就是他作为最高法的助理审判员，他居然会把呢，他把卷宗材料给藏起来。他就想，我藏起来，我给你们添麻烦。这这是幼儿园思维啊，对不对？这么聪明的人，所以晚上二十三点子时呵呵，他来到办公室，把那个案卷呢临时装订的附卷呢给拆散了，然后把全部证卷和拆散的部分附卷带回家。 王林清后来呢？他跟调查组承认说，他拿走的材料的时候，他进行了挑选，把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室的这个文件当中。王林清后来在视频当中提到的，注意啊，那个视频影响很大。在视频当中，他提到的四份在新的二审文件当中出现的文件，包括案件什么流程表，包括是不是回避的那么确认单，还有什么我我不知道他们法律那那那怎么说的，什么什么什么笔录，什么舆情报告。 都是来自于这批资料。这个当时啊，舆情舆情比较严重，很多老百姓都对王林进叙述的那个最高法，居然是在监控录像黑屏问题。那这件事儿，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说，这事件发生两年多了，最高法按录像规定，最你你最那录像保保存三个月吗？三个月自行覆盖了相关的监控录像，嗯，那当然是你你三个月没法没没法再调取了。 但是根据最高法呢监控录像啊操控室的操作规程调取录像设备故障都有书面记录。根据调查组的情况，那相信这调查组的。 根据调查组的这个记录，那相信调查组这些记录，特别公开的调查报告呢，对于法院审理王立新案件呢非常重要。这个调查的还证实，王立新窃取二审的部分材料之外，他还偷拍，还拍视频。偷拍呢，二审部分呢附卷的材料，注意附、啊、卷，这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是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附卷的材料，其中部分视频材料发到了网上。 这涉及不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我们在这不能给出结论，我只能说，现在调查组说有这么一个事儿。现在要说到关键处了，这个王林清后来就认识了中央第二台的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啊、呃，然后呢，这些视频经过崔永元剪辑之后，分段在网上发布，有这么一个事儿。 这调查发现呢，崔永元在网上发布的最高法的相关附卷材料也来源于王林清。这王林清后来就被调出这个合议庭了，之后他没有权利调调阅这个卷宗了。二零一八年八月，啊，王林清谎称说，经过程某某同意，从书记员李某某处骗取了案卷的这个附卷，手机拍摄了一部分材料，并通过微信发给了赵发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号，这个日子应该。 很多人有印象，崔永元把相关的材料在互联网上发布了。根据王林清向联合调查组讲述，他还给崔永元提供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信件和部分材料。那这件事后来经过国家保密部门鉴定，王林清拍摄后来在网上流传的这种卷中案卷材料当中涉及国家机密。 所以这一次呢，关于王林清他呢非法获取国家机密这件事儿，判了五年。关于呢通过崔永元啊扩散这个东西的呃国这个国家机密泄露国家机密这件事情，在判决当中没有提啊。什么时候关于这件事情呢有一个说法，现在我们不知道。这期节目时间到了，简单总结一下，王林清是个聪明的人，王林清是一个跟很多人很多人都认为他有大出息的这么一个人，现在。 结果呢不但丢人现眼，而且呢他前程堪忧啊。问题在哪儿？问题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了，把面子看得太重了，斗机灵，以为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是司马南，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见。